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生还者。先说炸弹，丢炸弹啊，不要只会做不会丢。我要先聚集他们嘛。不用啦，你就丢下去，说一下一圈就没啦。反正你还是会死，你不会丢丢看哦。你快切蛋，再重做就好啦。你可以先探查敌情。那我第一发用散弹枪开招。这也扒他身上嘛？你为什么要扒墙壁？没有，等他走过来啊。打中啊！打中你的鱼眼！啊！哦，不容易解决。刚刚做 S 没有机会丢。你为什么不现在做好招存一次档啊？他没有办法存。不能吗？不能吧？你存档啊，你就跳进去存档啊，不是可以自己存档？不然你怎么关机？你关游戏不是就得直接存档？那你怎么知道我玩这里？被射啦！还瞄你，还加你！全挡！可以这样吗？不行吗？保存游戏啊！你看，这么方便的绝招，这么可以这么贱啊？不然嘞，不然你要一直重来啊？啊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啊！很久没有游戏可以这样搞嘞。RPG 啊！以前的游戏比较可以这样作弊，之后有好一段时间都不能这样弄啊。RPG 啊，暗龙纪元啊。你说少也没少到哪里去、啊。暗龙纪元现在不能一直存档了。不是吗？只有第一代可以。第三代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第四代还是可以存档啊。对话前可以啊。你还是可以重来。对话前可以，可是战斗不行。丢炸弹呐、啊！好多、欸，那么多树，感觉就一大堆可以烧啊。知道了，我先把他们聚集在一处。这样子，我觉得不会浪费的。丢它就整个烧啦！有一只没死哎、欸，啊，就射它呗。好啦，我再存一次，及时存档，它就。太好贱了！嗯嗯，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好像没有存。怎么都没有东西啊？不给我一点补给？刚刚那射击的好机会了，说射他啦，管他射哪里，通通射。不行啦，不射头的话，他血太厚了。嗯，又射不到，你瞄那么久也射不到啊！等他停下来啊。会停呀、啊！我一直晃，你看你瞄那么久还不是一样？哦哦，你那一只来 ！Oh no！ 尤其有头乌，还有两只喽！是吧？飞走了！啊，飞走嘞！是吧？应该不会杀敌的吧？没有杀他。啊！You ain't bit, right? 哦，三个耶 ！That was too damn close. 太好了！刚死
的是，啊，没了，没有子弹了。存档，谁是记住存档群？哎，存档。不用一直充完，充完很麻烦。你要按下去，它才好存哦。现在好贱哦！不会。哎呀，不过我们顺利通过这一区了。锁住了，转开啊！嗯。Hold up, I got a key for that gate. Suggest we move quietly. 原来你有钥匙？什么？没听错。有两只。这边看起来就是没路啊。我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啊！看我子弹数这么少，难不投 K 啊？哎，他好像是跑者哎、欸，只要没有唤醒他，应该都没事。跑者的话可以偷杀啊。跑者的话一切好办。跑者是指说他跑得比较快吗？可是他不是寻真的，他就是一般的人的样子。You okay? Yeah. Oh. 捡一个瓶子在身上，嘘嘘嘘嘘嘘嘘，射他！射他！存档，存档，随时存档。他们在这个自动保存到底有没有效啊？没有，你要按下去啊。它上面会写说你几分钟前存过档，它这样才算存档过。好啊，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比较萌一点乱打？对呀、啊。Get back! 小爱你都帮人打，小爱你没有什么帮助啦。有啦，身上有武器。他只有在我们被抓住的时候，他才会帮忙。是这样的吗？我这么弱吗？啊、他不是七月小 ID 吗？因为七月过了，所以他能力下降。那他可能要再过一年才会变强。那我们早就打完了。嗯、对呀、啊，那他怎么变强？手电筒啊、哦！我还以为是鬼、欸，有点忘记怎么开手电筒了。我觉得他家里的格局都长得像，应该是同一个一直用吧？这样没有创意。节省成本啊！创意无限的游戏呢？麦块，麦块有创意无限吗？
你的创意无限，它就无限啊。它还是有限制啊，你组不起来还是有限制啊，你没有说创意无限。规划很好了吧？我觉得。嗯。哦，好大哦！你想搬走吗？不要。还有音响。给我。我缺穷。通通 A 朵。给毛毛做夹带。楼上应该是上不去的。都没有人要住。看起来不错啊，会有僵尸呢。啊，有各个大有大电视耶。可是会有僵尸呢，有大电视耶。看到一半被僵尸揍有比较好吗？不会啦。怎么不会？僵尸不会揍我啦。怎么不揍？因为我熊啊。他看到熊会跑。我都想要给小艾莉抢了，我觉得小艾莉可能会比我还要厉害，不够弹耶。我输出也输出不到，弹又不怎么弹，超弱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啊！没了吗？为什么都只会冲向你啊？哇塞，都喜欢冲向我。主角威呢？主角就是要被揍。对呀。然后小艾莉就一直跑。啊！我的头！这是僵尸的头啊！熏熏。队友死掉怎么样？说不定队友不会死啊。你刚刚是做到小艾莉的意思吗？哎，丢东西啊！然后打吧。还有吗？没了吧。那是汽油桶吗？还有子弹吗？好吧，好像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有除草机啊。这边还有一栋房子啊，希望里面可以多给我一些子弹，觉得子弹好少。房子好像是开不了的房子，这么可惜。不一定可以开。不行啊。不吧。可能里面一堆僵尸子。那还是不要开好了，我可能打不赢。僵尸大会斗。不是吗？啊，这是椅子。你看什么都像僵尸。那你最好看毛毛会变成僵尸毛毛。说不定哦。No， 毛毛，你僵尸化了。觉得好像人都清掉了耶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最后搜索完这一区，大概方向啊，就可以前进了吧？不是啊，我们这个任务要干嘛？要找车子啊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要往车子走啊。不是车子已经有了吗？这里还有扇门，感觉就会藏很多宝藏。不对，是入口这里。It's tied on the other side. What about going through here? What the doggy door? 哪里有狗门呢？哦。Very careful. Of course. Maybe you should have given her a gun. Okay. 对啊，我真的应该给她一把枪。真假的？僵尸大会斗。Stay down. Careful.
汽油桶，再来一发。有跑者哎、欸，那有寻觅者哎、欸，对啊，两个都有哎、欸，可以丢炸弹。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有步枪子弹。这样还没有中到头，这瞎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那是寻觅者，假的。三只、四只，汽油桶丢下去！汽油桶，那我觉得你自己炸自己。是啊。啊！哦，你没有存档，断线了。你怎么知道断线了？那边断线啊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太远了，那跑走那、啊、你有病哦！太扯了啦！欸、超远的，大大，再不准啊！我先去睡个觉，不要再去睡个觉了。那我去吃个东西，你可能都还没有到。啊，吃快点！欸，他会帮忙杀哎、欸，他一直以来都会啊。你在干嘛呀、啊？跳舞啊？不是我，你跳舞啊？去哪里啊？冲杀他！我那个僵尸感觉很正常。哇，来这边找人，我给你带存档了。好好，我存档。这款游戏有没有说为什么它这里会有僵尸之类的？就感染了。是感染什么东西啊？病毒吧，什么什么虫草菌还是什么的吧？对，有啊，刚开始的新闻报道里面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为什么会有不讲。你可以回去看第一集。不要，好久了，不想回溯。不然没有其他人看了，你去看嘛。我不用看，我自己录的，我干嘛看？你去看，你多刷几遍就有人看。然后整整刷刷刷刷，好多点呢！啊！你被打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被跑者攻击。那我应该可以从刚刚那里开始？没有啊！为什么？啊！我知道，这是自动存档的记录啦，你按载入。应该可以载入你要的地方而已。为什么不行？啊、那你存屁啊？那存的保存啊？我就说他不会给你作弊吗？他一定就是保存在上一个那个不科学自动存档点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。那你要重来，我真的要去这个角了。啊，我失误。我们已经在这里耗了十分钟有了吧？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要有希望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希望在哪里。在我的巧克力蛋糕里。那你要给我吃啊？对啊。吃了我就会打赢了。你，我刚刚跟你吃，你也不会马上赢。我不要给你吃，那是我的。听说过人谁给砍熊的食物吗？Follow me. 我总觉得我每一集都爱死。而且你是吃货。你看，有子弹了吗？啊，就只有掉一次没。你没花那么多时间，就为了这个子弹没意义。哎、欸，每一颗子弹都很珍贵耶。来一颗。子弹都那么少，你看我总共才几颗？几颗？
两颗而已啊。嗯，你们两颗，那五根是不算啊。不一样啊。我要给小艾莉枪啦，那我给她枪啦。你就把枪交给她。就没有这个功能啊。你就按 Q 啊。按出就可以丢给他，然后丢一组给他。请问我的 Q 在哪里？在快里啊。我现在没有 Q 这个按钮啊。你就按键盘嘛。按键盘来 Q 一点，事情都不会发生好吗？没有问题。然后好吃哦。我要呢。我叫你吃。耶、yeah。好好吃啊！很赞的。哎，来了！吃掉，吃掉！还有好多字。为什么？都砸他了！都死掉了。我觉得那次死的很不合理啊！你哪一次死的合理过？不是啊，在草民就砸他了。他每周刷屁眼。对啊，每周在刷。千年杀。还以为他是语速奥义呢。啊！他的脸盆都被你踩爆！你看，这次我拿了两颗子弹。对，我说不一定吧。原本有两颗嘛。原本就一颗。嗯，就这样子一颗。我有，我要去拿罐子啊！我发现油头大叔的笨蛋，我要拿罐子我才可以打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哪打得赢？用拳头！一切都要靠罐子，不是拳头吗？不是啊，我从之前的经验得知，罐子无敌。不是砖头吗？砖头跟罐子不是一样的功能？不一样，听说砖头好像比较厉害，听说比较重子哎。砖头好像晕眩时间比较长了，然后罐子声音比较大了。你要在这边好久哦。You guys would give me a gun, I could kill some of these fuckers.Why？ 他把他惹狂大生气，惹太大只。妈，对着他跳啊！哦。散弹枪好强哦！他把你直接断他的脚，比断他的头还强。对啊，你就把他头、把他脚折断了，他就行了、啊。你为什么要砍头呢？他两只脚不见，他就不能走路了。好像很有道理耶。啊！这还是你在生还，还是我在生还、啊？你不是啊？我在旁边吃东西。我没有办法生还，我灭绝。绝种吗？对，我绝种。难怪都没有你的踪迹。对啊。
这样熊族好像比较厉害，虽然才几百只还几千只还几万只，但是总比你连一只都没有。恐龙血种，诶，有弓耶，诶，之前怎么没有看到？你没有收到。有啦，刚刚我就看工具啊。嗯，该切换啦，他现在没有子弹，就换一下别的吧。好不好用啊？应该是瞄准吧。感觉这边比较强。我想要抛物线，感觉就很难射中。它好抛物线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有啊，你看，还是平的。我在找人，我在找啊。什么自动存档点？你在死家中来？我也不想开门，开门！你说你开门就是自动存档啊？没有啊，反而没有啊，之前会死在这啊。我明明就是要丢炸弹，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丢好。What about going through here? 当然是这样丢吧。Doggy door. 对啊。好啦，那小爱就先进去吧。好啦，我让小爱就先进去。我等一下用弓来开招，好吧？ Of course. 弓应该是安静武器吧。Maybe you should have given her a gun. 我不知道啊。通常啦。我觉得小爱老公是在搞什么？是吗？那你说说看，说他脚啦，你死性不改哎、欸、你。啊，这一直进啊，好强哦！但是电好像可以回收哎、欸，这么好。啊，你这个射的啊，你准备干嘛？这也是寻者吗？是吧？失败了，快快，快伸开！嗯，声音好像真的没有让他不知道打这哪。对啊。跟你如果箭的话，射筒好像比用枪射筒好像比较有用，是不是？嗯。他好厉害，他是捡箭吗？好像有一只不见了。这样子啊。没有啊，这一次在这。有一只是在他身上。不能。不行。有枪，有枪。不是他头。啊，断掉了啦，那是断掉的剑。嗯。不要把它剪。妈的，剪出来了。救他！啊，应该都在里面呢。对啊，你变脚就死啊！我又变脚了。还掉了一只呢。哇！浪费！啊！啊！拜托，拜托！鸟虫，来，我们的实况就到现在吧，为止，到此结束。今天成长过不去，今天全部叫比尔打死。啊！丢歪了！你丢什么丢歪？啊！比尔在外面闲晃、啊，不知道。雷队友丢保特瓶丢歪啊，丢玻璃瓶丢歪。队友够雷的，什么？虽然我也很雷，已经都是因为一群雷人，所以没有办法生存。你说雷队友集团？我们是雷人军团。这样有点太雷了，太雷不好。
搭的累累伙伴。他把我踢着走啊，他刚刚把我踢着走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在说累累伙伴。你根本就没有在看。有啊，你放生我都得，我知道我过不了，你不要这样嘛。没有放生你啊，是你因为一直晃我不舒服。这样子哦。我怎么走到存档点的地址？太长了。干嘛这样骂小艾莉啊？对啊。哦，比粽子。